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 Parkman GO 开发团队经6日释出最新消息，超过50只来自丰原地区的宝可梦将在本周周末加入，此外还将新增天气同步功能，让训练家能有全新的游戏体验。不少网友看到后集体暴动，几乎太赞啦。精灵宝可梦是许多大小玩家的童年回忆，不少网友儿时目标就是要成为神奇宝贝大师，而随着游戏逐渐升级， Pokemon GO 团队释出最新消息表示，木手工、火之鸡、水月鱼等超过50只来自丰原地区的宝可梦将在本周周末加入 Pokemon GO， 而且在接下来的这几周里，更多丰原地区的宝可梦将陆续加入，敬请期待。此外，第三代还将新增天气同步功能，而天气形态也会影响宝可梦出现的属性与几率，能带给玩家更多体验与乐趣。玩家们集体在 PTT 暴动留言表示，滑起来滑起来，真的有感，晚上就出幽灵系，早上下雨不是水边也一堆蝌蚪，妖兽耗电模式周末也要启动了吗？寒流来袭的时候可以期待冰系大发生吗？南部火系伤害要起飞了吗？这几天赶紧来存个凤梨、铁哑铃、拉鲁拉斯必用。